回到过去，欢迎聆听。啊啊，干嘛？好，下走，拜拜。
他给了我五颗，前面还好过一颗呢。要不我再下去，再上来，你再给我。谢谢 Alvin， 你这个人，你这个人怎么这个样子啊？谢谢 Alvin。我的重庆小姐姐呢？重庆小姐，我看一眼啊，吃饭了吧？在呢，在呢。真是生，不好意思，我要接个 PK， 对不起，三哥，这个我认识。你把我带去吧。Hello，Hello，Hello， 你这是啥呀？那底下咋还有个人呢？我带了一个。插耳空调一推一。哎，我第一次见这样的，我也能卡上一个人吗？应该可以吧，我也第一次。刚才我在那点东西的时候，有人连过来，我以为他退了，我就接了，谁知道把他带上来了。这是第二次带他，谢谢 LY， 谢谢 LY。哦，我旁边那个小姐姐说她上不来，那行吧，一会儿我们自己研究一下。你这样带着他，然后别人连你可以。哦，懂了。怎么了？就得先带着再连，不能连着的时候，再带。懂了，懂了。对对对。太子，干嘛呀，太子？过来。我的天哪，厉害死你呢！呀，兔总也上来了，一拖二。来呢？你怎么上来？我都没有同意，你怎么上来的？他自己同意自己呗。人家是管理。这也可以啊。搞得像相亲节目一样，一个是男方，女方介绍。过来，太子，来，宝贝，来。噔噔噔！哎，你看他不敢。哎，没听过兔总说话呢。兔总打个招呼呗。来吧，兔总你好。Hello? 晚上好。你重新说，我没听清。Hello， 这不是他的声音。这谁声音？这是另一个大哥的声音。饭桶的吗？啊。哦，那他上来干嘛？他也不说话。哦，他是为了上票方便是吧？你说句话呀，小亮。他害羞。他可能没办法说话，这个不方便。大哥的时间。嘟嘟嘟嘟嘟嘟嘟。他了，咱俩玩啥？都行，你说。我头上刚套了一个这个东西。好，行，那我们俩就玩垃圾蛋吧。是纸。哦，行，反正就头上顶个东西呗。我查了一圈，都行，反正顶一个吧。好 ，OK， 难得。行，那你跟他俩聊天吧，我那个闭麦了。好嘞。好啊。差四个人，快快。差三个人。可以上你的头像上，千万不要。三哥，你在干嘛呢？我在看着你呢，我看着你，你有时你一颗颗小星星的收，我连小星星都收不到。他想出去，
那咋办呀？一颗小心都没有，你这有五颗了，嗯，对不对？哎，人比人气死了。哎呀，我是三级大哥，你这里干嘛呢？租来的。租来的。嗯。以前也是租来的。啊，是啊。哎，我也是第一次被别人带出来。第一次什么？感谢月亮哥，谢谢小月亮飞船。小月亮上的礼物我都没见过。那这，噔噔噔噔，哎，上个头绳。我顶个这吧，好不好？可以呀，没问题。嗯，可以呀。你有晚上播了？没有，白天出去逛街了，所以晚上播。我走了，拜拜。好好，拜拜，嗯，拜拜，拜拜。哎，你看这突然怎么大头了呢？这个三百面前调的，我没有调，他一会儿就好了。他是不是想他家人了？这怎么回事啊？我不会弄啊，这个这只能这么大，至少十次。那三哥的礼物里有吗？还是就是他的礼物里没有？我没有，我现在什么解锁啊，什么东西我都没玩过，还在适应环境，一到晚上就想家了，就是，宝贝啊，嗯，他也不会说话。带个特效摘了，不行，你看它其实还是大的，跟特效没有关系，好像。你看着你。不可以，就这样吧。对，就突然间卡了，好像不知道为什么。啊，我觉得你这样大头比刚刚正常的好。真的呀？嗯。为什么？可以清晰看到我的脸吗？嗯。但是我自己很奇怪，你知道吗？我坐在这儿的时候。三哥说的对，真的，我骗你。我知道你那个骗我。更真实。更真实啊。嗯，离我们又近了一点。对，更能看清我长什么样子了。嗯。嗯，还得是三哥会说话，你也挺会的，小月亮，真的。哎，你为什么真的一句话都说不了吗？小月亮，你跑厕所里啊？刚才人家夏欧那么想让你说句话，你都不说。小月亮，你的车灯没关，你下去把灯关一下。不太高清，这个没有办法，我不知道他怎么就卡住了。可是三哥你在这的原因？那我滚。我车灯关了，我都开自动，不存在不关的情况。他不是为了让你说两句话吗？下个楼，我给你找个理由。对啊，你让我听听你的声音。小亮声音特别的温柔，比我还温柔吗？嗯，就南方那种福建，就很明显，和你一样温柔。你应该学一个那个闽南歌送给小月亮。我不。
他也不想听。Okay. 叔叔哪里？叔叔上海。啊，叔叔上海人。上海人怎么在成都隔离？不是上海本地人。爱情的骗子，我问你。哦，那个真正的燕皮馄饨很好吃的，超级好吃。什么？燕皮馄饨。馄饨啊？就馄饨的皮是肉，是用肉打的。没吃过，小亮，你不给我介绍一下呢？福建的卤面，板石。你也没吃过，我就吃过沙茶面，我觉得也挺好吃的，有一点点辣。嗯，哎，我一说我饿，你们都讨厌吃了。三哥晚上吃饭了吗？刚刚吃完，不是回到家，坐在车上。直接看到1%，我就上楼了，没电了。哦，
吃的啥呀？你看，有人要去福建啊，厦门找小月亮了。你不是应该来上海找我吃红烧肉吗？你到底要去哪里啊？要不你就在重庆等着吧，看谁去找你，好不好？莆田做的卤面，恕不接待。哎呦，给你厉害了！听娜娜说，你到了以后，他就赶紧去接你了。小月亮，你接待我吗？我跟你讲，小亮真是这样的，就他跟三哥，三哥也跟你有个点也是，就是不是说所有的主播聊天啥的他都聊，所有的主播约见面他都接。那小月亮还看哪些主播？我去猜猜点。那多了。你今天晚上睡不睡了？你兄弟科科，你小玉，他没播今天好像。我下次跟你打场 PK， 我也上播。小乌龟在我这边，小月亮在你这边，看谁厉害。那肯定是我厉害。我不相信小月亮会用他那个号来打我的。现在不咋播了。叔叔厉害，不是你厉害啊！对，叔叔厉害，我没有榜一呢。怎么办，三哥？我肯定能打赢你啊！那不行的话，我饭桶开播，然后那个无爱一身轻在那边上票。那算了，那我不敢说了。不是冰墩墩吗？怎么还无爱一身轻啊？嗯。我今天开始收集小星星。他的账我可不急啊，小月亮，我告诉你啊，你自己出腰包的哦。三哥最近心情是会不会有一些波动啊？嗯，关键就是看你上开不开播，你开播我就好。行，当我没问。我一个号叫无爱一身轻，另外一个号叫为爱闯天涯。你这么矛盾啊？嗯。你不都改了吗？我还有一个号叫啥也不是。哦，这个号我知道。嗯。那现在名字都还叫这个吗？不叫了，都改了。都改了。一个叫 Starbucks， 一个叫冰墩墩。嗯，一个叫饭。还有一些号。另外几个号不告诉你。啊，是吗？为什么？嗯，你怕什么？万一你跟别人打 PK 的时候，我到对面去打你呢？你没关系啊，你冰墩墩去对面打我也可以啊，没问题的呀。啊，不是，我是那种人吗？对不对？我是那种记仇的人吗？嗯、那我至少得把小月亮的票给骗到手再打。小亮，你听到了吧？我害怕，他很记仇，不能让我知道。怕啥呀？为啥不让我知道？我不会那样，我不会记仇的，我也不会限制大哥自由的。大哥想干啥干啥。嗯，但是在对面打了我以后，我不确定我真的会不生气啊，可能会不高兴，但是不会怎么样，可能就自己不高兴。想欺负苗姐，那三哥估计不能让。哎，苗姐上来说两句呗。
在外面吃饭、啊。吃饭也可以上来呀，和小哥哥吃饭，和小哥哥吃饭那你就别上来了。你睡一下，你睡你的。不是，外面比较吵，主要是你知道吗？上来也很吵啊。叔叔走了呢，外面叔叔走了。送你割下一块银。太子啊，太子，你干嘛呢？啊，你要是有什么不满，你就告诉我。你帮他找个太子妃。我还没呢，我给他找一个。你别贪心了好吗？不好，太子宝宝。你上来说两句呗。要么睡觉，要么出去玩，他也不睡啊。那狗不是自己睡觉吗？对不对？什么意思啊？怪了没？这个梗他不知道，小月亮。你欺负得动我吗？没有啦，只是饿了。这十一点钟去吃个夜宵不很正常的吗？对不对？哦。我不知道他怎么。了解他，他也是主播吗？不是。他不怎么。但是你要喊他，他可以上来，是吧？嗯。苗姐化妆了没？现在这个可以打开摄像头啊。一共直播了三场，有吗？有三场，有的。我把它给他放沙发上。太子来，我们上沙发。你跟玩具玩吧，好不好，宝贝？嗯，跟玩具。你怎么了？跟玩具。我今天过了一下秤。嗯。我瘦了。我也瘦了。瘦了几斤？嗯。瘦了几斤？瘦了6斤。6斤，那咱俩差不太多，4斤。我12点钟下。上海现在没啥。苗姐成功长，对，苗姐成功长，三哥苗姐成功长，他能，对，轻轻上司，是的，没毛病啊，各位。青姐是后仓小霸王。嗨，这是一个伤心的故事。欢迎叔叔。多好呀。不好，好也不好。北京严重了。哎，这东西大家都懂的。清洁晚上回前面了。估计得一段时间，他现在不缺人，这个北京疫情又开始了，那肯定还是不缺人。你换上海基地啊？这样就方便见你了，是不是？那对呀、啊。苗姐还在呢啊。嗯。苗姐还在，重庆还去不去了？火锅还吃不吃了？没事，我给你们套两房一厅住。给什么呀？两房一厅，两房一厅住是吧？
啥意思？就是一人一个房间呗。对。你都去加拿大了，还来回来呀？对呀、啊。现在要住大别墅，不行，太大，我害怕，真的。就小小的就可以，就够我东西放就行，要不然我东西太多了。等一下，青姐明天上吗？明天啊，不知道啊，明天要去上节课，明天约了瑜伽和私教。咋啦，向哥？你说有何指示？没啥指示，那你就决定我明天心情好坏呀、啊，我就能知道了。我差点都信了，真的，是我能决定得了的吗？嗯，放东西需要一个别墅，剩下也没那么多了，要不了，要不了。哇，他好乖呀、啊，他就那么看着我，真的，好乖。明天小月亮四斗币的上麦时间到了，你要不要续时？续一下费啊？也要看蛇山那边的别墅，也要看，就几个还行。你还真续啊？嗯。你这么便宜啊？人穷志短。哈哈哈哈！我的大哥开口。哎，河马不在，河马在蛮好玩的。嗯，欢迎 LY 河马。嗯。河马也挺好的，小弟弟特别可爱，也挺好的，就是不是那种乱七八糟的，蛮好的。河马弟弟真要结婚了？没有啊，没有。河马弟弟单身。谢谢 LY 的花，河马单身。好看吗？他都不记得了。青姐，你啥时候，对吧？帮我介绍。我不是给你介绍了吗？你不在直播间吗？咋的了？可漂亮了，我跟你讲。说句良心话，我真有点忘记了。他刷的主播太多了，小月亮，你让他记住这个梗。不是，他说河马，恐龙，那个什么东西啊？你看他就是忘了，他都在另一个小姐姐家也好高级了，他怎么可能还记得？什么好高级？什么意思啊？我没明白。没事儿，不需要明白。没有啊，他就之前那个我们聊，之前刷礼物，我给你刷了个那个小怪兽，然后我还问你好看吗？哦。最高几级？最高16级。他前两天不是刚说了送出一个宇宙之心，然后剩下呢是多少？剩下和你都差不多。剩下和我都差不多，大家都是十一二级。嗯，因为我统一退过一次灯牌。
你要去看看，我不知道叫啥。人家都不播了。结婚了吗？结婚去了。谢谢 YY 的玫瑰啊！哎，你知道吗？我看到这个狗狗，感觉它好像有心事的样子，我就特别的难过，不知道为什么。我觉得我对不起他，那咋办呀？嗯，你告诉我，他也不会说话。他会说话是二是你听不懂。哦，也是啊。太太可能就他真不睡，他真的不是，他真的不睡觉。陌生地方待两天的话，嗯，只是我听不懂，他会说话的。我给你摘了。第一天来了，嗯，对。我把它啊，跟你玩，去玩吧啊。会不会很吵啊？第二天了吗？哦，对，第二天了，昨天来的，对。他得穿那个尿不湿，要不然小公公就会到处乱尿。你带他出去溜一溜呀。嗯。哎呀，我都忘了。啊哈哈！谁的狗？你不认识一个朋友的？那是暂住呢，还是常住？暂住，隔离啦，小区封啦。嗯。嗯。欢迎小弟。三哥养猫，嗯，对，嗯，你的猫呢？冻走了，就一直没了家里。嗯嗯，那你岂不是很那个啥？哎，刚才 LY 还在吗？哎，那是我朋友，哎，我都忘了人家。我说这个名字好熟悉，我想不起来。哎呀，猫可爱的时候比狗可爱。不一样的，我是真不喜欢猫。有的人就，我当时不是也后来也想养一只嘛？就前段时间。千万不要。后来就算了嘛，就那一刻的那个想法，后来就觉得还是算了。千万不要养。为什么？嗯。你觉得我养不了吗？养猫你就被套住。养猫被套住啊？嗯。是狗狗被套住吗？一样。没有正常的脾气。哎呀，这个太松了。哎，我准备下播啦，我要去遛遛它。这个我真的于心不忍啊，我心里有压力，有负担。你12:02下播。为什么？你明天上不上？明天不知道，明天我反正我明天约了健身课，我得先去。你下午约健身课，又不是晚上约健身课。你就是晚上的呀。
哦，嗯，啊，哇，哇，哇，谢谢叔叔。叔叔威武，怎么样，三哥？我的榜一好不好？那必须的。一听我要下播，姐，今天 PK 数量不够啊！看这流量，哎，我也发现了，这个嘉年华真的是有流量的，但是一会儿就掉下来了。谢谢叔叔。嗯，我放弃国行了，你怎么知道我哪个行的？确实漂亮，四太子。哎，为什么嘉年华会一下子会人那么多呀？就他飘的那一刻，就大家会点进来啊。嗯，也是太子小月亮。嗯，不行，我后来闻华而来，哇塞，世界的嘉年华就是不一样。我是养不了狗狗的，我觉得真的就是我会一直惦记它。我、嗯、如果说我自己的狗，我出去一会儿，我会觉得家里它在自己在家，我就会很难受。心理压力。为什么零二分啊，三哥？你是要做任务吗？嗯。世界分拼。嗯，谁睡着了？没有。你是不是睡着了？没有。你困了赶紧睡吧。孤枕难眠，不像小月亮。有人陪是吧？我也羡慕他。我只有狗陪。别养狗了，我肯定不会养的。我就朋友家的，我先照顾两天。我有心理负担的这种人是养不了狗的。他看一眼窗外，我就觉得，哎，我就在家没事儿，我就没带他出去，我就会有这种心理，我就会很难受。嗯，我真的以为你要睡着了，照顾两天就收。嗯嗯，哦，照顾你两天就收了是不是？出去玩吧，我们走吧。我要下播了啊，我就走了，我带他出去一趟。三哥，你晚上喝酒了吗？我不喝酒，我从来不喝酒。酒不醉人，人自醉。你这一定是在哪伤了心了？这要不是就伤了心，要不然就是我已经体无完肤了，都给你们女人伤的。是吗？那你这不行啊，还能让女人伤着了。嗯，导航不够啊！我对你说，女人肯定心比男人硬，这是百分百的。我怎么不觉得呢？我觉得男人硬起来可吓人了，真的。哎，我对你说，绝对是女人硬。那不一定吧？我觉得，你们觉得男人心硬还是女人心硬啊？我觉得也分人的，真的。男人心硬的扣一，女人心硬的扣二。对，男人心硬的扣一。女人觉得女人心比较硬的答案，必须选一个。我觉得是一。女人心硬啊？当然是女人心硬了。你看一。秃总他敢说二吗？他，我跟你讲，他敢的，他真的是这样想，他才会这么说的。他怎么敢？他有什么不敢的？
我觉得真的是男人就男人心狠起来是狠狠的呀，就是那种他是那种可以戛然而止的感情，说停就停。哦，你也同意是吧？但女生不行啊，女生真的是很多事情都夹杂感情的，就再现实再物质，他可能时间久了是有感情的，但男的好像就不会。这大哥突然间自己挂了，对，我也觉得男人心硬。我要走了，各位，我要去遛狗去了。睡着了？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他可能来做任务，我要走了。男的容易有外遇，谢各位灯牌，也不是男的容易有外遇，我觉得男生。就这个东西还是看人，真的是看人。太子，我马上出来玩哦，太子，你不要这个眼神看着我，我跟你讲哦。我走啦，来，太子，过来。抽得很惨了，他在努力。过来，抱抱，抱抱，抱抱，来来来来来，我们跟哥哥姐姐们说声再见啊！咱们走了。你这个小家伙，你这么看着我，真的很难受哎。他就会在这装可怜，你知道吗？刚刚唐山，什么？怎么了？嗯？怎么了嘛？太子晚上好好睡觉，让我心疼啊！他就那个滴露园的眼神在底下看着我，你知道吗？外面不安全啊，我就在小区里面，我不出去。他是个小狗，他就一点点四斤重的狗，怎么小区还不够他遛啊？人家大狗才出去玩外面呢。来，我们谢谢叔叔。谢谢叔叔，欢迎在一起，在一起我要下播，我要带他去楼下溜一圈儿。我不溜他，我今天我都不，我不真的不适合养狗。大家晚安，晚安，谢谢你们。咋了？怎么了？你有什么不满意的？我嘉年华都不要了，我带你出去玩。是不是？嗯，晚安各位，拜拜，晚安喽。哎，我的红嘴唇，拜，嗯，哦，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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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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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